大家好，我们正在去赵林公园，因为我们要看有夜灯的冰雕，在哈尔滨很有名的。今天我在哈尔滨的赵林公园打醋溜滑，非常好玩，很刺激，这是我第一次体验。我们今天在哈尔滨的群里音乐广场，因为我们的过来看了一个巨大的雪人，我特别兴奋，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人。哎，带你们看，跟我一起看看。啊，我的背后就是那个巨大的雪人了。我的背后就是一个18米高的一个雪人，给你们看看。好，今天我们来了冰雪大世界，然后我们正在要购票，购票是在这个机子上可以购买，这里只需要扫一下身份证就可以购票，是智能服务，真的很方便。我来到第23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，我的背后就是冰墩墩和雪融融，也就是说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。大家好，我正在去大化佛，那就是冰雪大世界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项目，那是个很长很长很刺激的一个滑滑梯，然后我们现在一起去体验一下。你们看看，我的背后就是入口。我现在已经到了冰雪大世界的大滑梯，我的背后就是，然后我现在就打算滑下去。举办。